PDD 的时候啊，这个跟我同学唱 PDD， 所有朋友都说千万不要在李建波后面唱歌啊。那我那时候都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啊？那今天我完全体验到，千万不要在超级爱后面讲话，这是绝对不能够干的事儿。那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各位今天来这个场地啊，那当然谢谢朱总的安排，那我们也非常有这个荣幸能够来这边办这个活动。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啊？那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能够服务两岸的客户、两岸的创业人、两岸的商品、创业人所带出来的商品，那从线下到在线的一个文化传播跟购物的流程，就两岸的cross-street， 就是两岸的这个 offline 到 online 再回到 offline， 这就这样啊。这是旧版，我没关系。那我们希望的是，绝对是两岸的平台，并不是只有台湾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谢谢。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必然的过程，在经济到了一个水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小众的、有设计感的、环保有机的、手工的、精致的，而且有故事性的、文化性的商品，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就像现在台湾，那我们预计在很快，在大陆也是一样啊。那大陆做任何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在过去几年在大陆生长的生活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体验到，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不管从手机到任何的电子商务的进程呢，它是非常快。所以我相信这一天也会很快的来临。今天大家看到的，不管你上京东也好，一号店也好，或者是淘宝也好，你去买卫生纸，你去买这个各式各样的3C产品，那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现在买一个苹果的 iPhone， 或者是我今天要买一个五元花的卫生纸，我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去买的时候完全单纯在比价格或者比功能。可是当牵扯到小众的、有文化性、有故事性的产品的时候，它不是这种买卖的一个形态，它是必须要了解，必须要变成他的粉丝，他才会买。他知道这个创作的人、创造这个商品的人，他背后到底是隐含着什么故事，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啊，我前一阵子在 TED 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演讲，他说为什么很多产品会现在在社会上会成功？他是因为他为什么要做产品，而不是为了，就是他英文说 they buy why you do it not what you do it， 就是他并不是买为了这个商品而买，而是为了你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商品而买。所以这是一个故事性的一个行销。就刚刚讲到体验行销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真的去体验它，你才会变成他的粉丝，才了解这个产品背后所蕴含的一些精神跟文化，那你就会变成他一辈子忠实的顾客。所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平台，是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氛围，创造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行销的一个平台，可以在大陆也可以同样的培养出来，像在台湾现在我们大家都会体验过的一些精致的文化跟享受。那相对于过去，现在的环境里面其实更适合，因为 PC 端、手机端上面的社群网络更适合做小众的传播啊。那这是我们希望能够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正面的影响啊。因为有了文化性，更多的文化性的商品，它的可复制性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每个产品后面都有故事，都有文化，所以相对来讲，山寨的文化其实是会，某种程度来讲，它是被这个这个叫此消彼长的啊。所以越来越多有故事性、有文化性的产品的时候，这是整个社会上的文化水平，它是相对会被提高的啊。那抄袭、模仿、山寨的产品，那自然就会比较慢慢会消失啊。不能说消失，只能说它的气焰会比较低。那电商跟支付手段的成熟，也是可以让更多的小众的，过去在没有办法拓展更大市场的文化人，
他的产品可以得到更多的亮点，更多的平台的支持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打通啊。当现在还有很多很多的无形中的障碍，并不是政府的，也不是文化上的，而是很多跨界的时候，金融它的确就会有些金融上的一些障碍，或者物流上的障碍。可是我们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之后，慢慢能够突破这些障碍，可以让台湾的商品很快的能够销到大陆，大陆的文化商品很快能够销到台湾，啊，两边互相有更多的交流。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因为很多东西是要体验，要看到，啊，并不是我今天在京东上看到的商品，啊，我知道它是 Samsung 的某一款平板，我就马上去买。文化商品，我刚刚讲过，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必须要看到，亲眼看到的商品，甚至要体验它，啊，才会喜欢它，才会去买它。所以说我们要做线下活动，我们希望今天类似的活动，有朱总的支持，我们以后可以定期的来举办啊，也希望能够在上海纺织厂其他的相关的文创园区呢，可以继续去举办这样的活动。那也希望在全国都可以举办类似的活动，然后从线下再把这些文化园的用户带到线上来，继续做持续的消费啊。那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到了线上之后呢，也许他在现场没有看得很清楚，他就可以回到线上去看他的视频，看他的文章啊，他并不需要马上买，他可以更了解这个文化人他所希望表达给大家的什么东西。那经过一段时间，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啊，就变成一个永久的客户啊，那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网站上面，生活达人网上会有他的博客，那我们也提供我们的编辑帮助文化人去写博客啊，去采访他，那或者是甚至拍他啊，拍成一个视频的节目。那还有看他的商品的规划是不是符合两岸的一些商场上的习惯，然后呢，在两岸是不是能够对接到金流的部分、物流的部分，我们一次帮他解决啊，希望能够在海峡两岸呢都能达到这种。金流、物流啊，资讯流啊，信息流都能够互相畅通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然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觉得有很多的小众的精致的产品，他们一方面台湾市场太小，我们觉得它值得更大的市场。第二方面，我们在大陆生长的这段时间，生活的这段时间，觉得这个市场大，可是呢，很多的商业模式呢，都是在追求量，追求一个高度复制性的产品，啊，其实这个是对文化的本身的影响并不是很正面。所以，而我们就像朱总今天早上讲，它其实文化是一脉相承，其实有很多很多文化性的东西，它是可以，不管是儒道释也好，它是可以追本溯源，可以找到。那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面都对这种文化有一个非常非常高度认同，那我们把这种文化性的东西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文创人，他可以发展出更多他喜欢用的生活性，改变他生活形态的商品，那这个市场是可以累积的，而且可以两岸做交流的，而两岸的文化的交流是我们求同存异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不管政治上、经济上。区域上有太多太多的障碍，或者文化上绝对是可以相通，那也可以达到一些彼此消除歧见的一些目的，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些事情。那我希望能够搭建的平台，当然不敢说有太高的期望，可是至少我们能够做的尽量能够做。那以上就是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希望也希望大家支持，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功。那接下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其实这个例子呢，在各位在搭地铁的时候，不管说你看到现在你二维码满天飞，说线下到线上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加了一个文化性的故事在里面的话，那就不一样。我们现在初步规划有八类达人，当然达人并没有说有什么限制啊，美食、旅游、摄影、星座、音乐、
美妆、美学、亲子，这都是达人相关的啊。那所以说我们卖的并不一定只是商品，也可能是服务，比如旅游就可能牵涉到自由行啊，或者是某个景点的介绍啊。我们在网站上介绍大陆跟台湾的好几个文创园区都值得大家去参观的。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达人，那我们每天达人不断的在增加。在座各位假如自觉的自己是某一方面达人，也欢迎加入我们网站啊。好，在这边举例子啊，那事实上这个主角也在现场 ，Amber， 请你站起来跟大家招招手。这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手工肥皂达人啊。那我们在现场有个手作区啊，手作区呢，因为照片拍的时候还这是以前的照片啊，那手作区倒是还没有搭好。那从明天开始就有一连串手作的课程，就来这边时尚中心来参观的民众，可以带着小孩就到 Amber 的摊位上面去做，实际上体验，就是体验所谓体验营销，就是实际上做给大家看，做怎么样做一个手工肥皂。那当然现场会有易拉宝，那有二维码，他扫了二维码就可以进到Amber 或者是我们生活达人网微信，他可以不断的接收到这个文创商家的信息。那可以订阅这个手工肥皂，或者是生活达人网 WeChat， 透过 WeChat 呢，他可以看到更多不断的更新的内容，也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到 Amber 的生活达人的博客的网页，他介绍他的故事，他的文化性的背景，还有他怎么样做这手工肥皂的一些视频。好，这是牵涉到逐渐从故事文章逐渐迈入到商品，商品可以接下来就可以继续马上购买这个商品。那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后台接了在美国跟台湾跟中国都是很大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是叫星代啊，星代的平台，但在中国的中代啊，叫中国星代，它会有相当大的金流跟物流的支持。可以进到购物车啊来结账，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流程，这样跑起来很快，可以这可是这个过程呢，可能经过了三四个月、五六个月，等你真的很熟悉了这个产品、这个达人，你跟他当粉丝当一阵子，你可能才去消费。可是这个消费它就会永久的，而且不是比价的啊，不是货比三家啊，比如京东再比当当再比卓越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的一个平台是这个样子。好，简单的介绍这边，欢迎大家来后面三天继续来参加我们的生活达人节。好，谢谢。好。